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里呢啊有四张牌啊，一张方块梅花，还有红心，还有这个黑桃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呢把它呢只要讲转一下呢，就会有一张牌反过来，你看是不是没有错嘛？这一张是什么呢？是方块啊。我们再转一下呢，方块就会返回来啊。另外一张呢啊，红心呢又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很清楚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啊，再转一下，方块红心都有转过，现在呢我们是梅花转过来了，那、啊、是不是很准？好，最后这一次呢，我们呢啊，你看了、哦、要黑桃转过来啊，好，黑桃转过来是不是很准？黑桃转过来，好了，那刚才我们呢看到这四张牌呢啊，我们看看啊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啊，四张都是红色的背后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哦，美国彩色变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变成金色，对不对？还有黑色跟绿色啊，其他颜色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很神奇的一套。